石象征交叠的鼓棒，鼓当然就是台湾在地的击鼓艺术啦。石鼓文化村内有历史简介馆、世界鼓博馆、动画馆、体验教室及露营区，其中最让小朋友喜爱的莫过于体验教室了。这里准备了近20面小鼓，可以让游客打击出一阵精彩。如果觉得身手不够，就专心享受视觉和听觉的飨宴吧。石鼓文化村每天都有5场表演，让游客欣赏鼓乐的震撼。如此好看、好听又好玩的娱乐世界，绝对值得各位前来共襄盛举。